我的工作不一般，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，要问我是哪一个，顶天立地一保安。哎呀，从小城市来到沈阳这么大的城市，感觉自己的知识明显都不够用了，身体好像被掏空，脑袋堵得死死的。看点书武装武装自己。哎呀，喜羊羊和灰太狼又干起来了。这个月呀，我们小区又是风平浪静，零报案率，这个偷工啊必须记在我们保安队头上。小郭，小郭，队长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我在努力读书，提高自己。你来我都没发现，睁俩眼跟他说瞎话，那不是刚才看漫画的吗？集合，不是，都有了，报数。队长，就俩人报啥数啊？报，报一，全员到齐。注意了啊！啊，小心。小心，小心，小队长啊，你抽空喊个立正呗。小心，立立正，立是立不起来了，你给我正道起来呗。嗨，立，队长，我那金衬一下，哎呀。我说小郭啊，啊，作为一个保安，你必须学会武装自己，防患于未然啊！你说，哎，那个地方要是来个小偷，你怎么办？队长，你靠后。小偷啊呀，小偷啊！上齐，啊，立正，啊，报数，停了。你老扛我干啥呀，队长？我发现了，这个小区要真有点什么事儿啊，我根本指望不上你。队长，你说这个我就不爱听了。想当年我是南山剿过匪，北山抓过鬼，打遍东西和南北，姑娘面前我挑过水，姑娘面前我比过美，姑娘面前我老打断人家。你这么执着，那姑娘知道吗？队长，你别老跟我提姑娘，你一提姑娘我就不得劲，也不得劲。你跟我说是不是想谈对象了？那个队长，那个脑袋有点迷糊，你说我是不是缺觉了呢？我去补一觉。你回来，别扯开话题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不是队长，你说咱俩就是飘一族，来沈阳这么大城市已经不错了，找啥对象啊？你说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。作为保安，你的骄傲呢？你的自豪呢？你的荣誉感呢？啊？以前咱俩都是飘一族，可现在咱找到这么体面的工作，保安。一个月3000多块钱，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好马配好鞍，仙女嫁保安。哎呦我去，队长，你跟我说都膨胀了，有点听完你说完话之后我头不疼了，不缺觉了，感觉你给我吃补药了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仙女也能嫁保安。队长，那个电话响了。哎，我是保安小郭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行，马上马上。哎哎，好嘞。队长啊，咱小区门口有个孩子跟他抽烟，我得前去制止一下呀。你赶紧去。这孩子怎么能抽烟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这是来来来来，疼疼疼啊，松开。来来来来，疼疼疼，你还知道疼啊？啊，你说你身为一个学生怎么抽烟呢？我没抽烟。瞪俩眼说瞎话，还没抽烟，我都看着你跟他吐烟圈了，啊，嘟啊嘟啊嘟，给他都套里了，还没抽烟呢，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必须得你家长得来。你家谁在沈阳？我姐。你姐得来。没时间。你姐干啥没时间呢？摊煎饼呢？摊煎饼呀，嗯，
那样儿，哎，他姐，你说你姐摊个煎饼多不容易啊，风吹日晒，起早贪黑。你就说我干保安这么体面的工作，一个月我能挣3000块钱，你姐一个月挣多少钱？10000。那你姐除了摊煎饼，不卖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卤猪肉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香肠啥的吗？不卖呀。行啊。就算你姐能挣那些钱啊，你说我一周7天，我上5天班，你姐上几天班？3天。行啊，我一天工作7-8个小时，你姐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？4个小时。你姐煎饼摊缺人不？不缺了，你说完呗，你说完我走了。没说完，你说完了，他呢？他怎么回？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小弟。哎呦我天啊，你一个学生。互相之间有叫小弟的吗？啊，你过去。那位同学，来，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小弟。哎呀，还认了。这么说，是亲兄弟呗？对呀，双胞胎，没毛病。生的时候就差1分钟，脚前脚后。哎呦我去，太气人了。行啊，这个事儿我先放旁边啊，我不说。你同学在那抽烟，你怎么能帮他把风呢？我没帮他把风啊。不，你有什么资格搁这理直气壮的呢？我没跟你理直气壮的，我没有啊，我说话这样，哥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这还你跟我说话，我就平常我也没有啊，我真没有。你看，我说你还不信，没有啊，我真的就没有。队长啊，那小子话太密了，我一句都插不进去啊。你去把他摆平了，队长，这干不过他，水平太低。你看我的啊。作为一个学生。你的骄傲呢？你的自豪呢？你的荣誉感呢？你怎么能抽烟呢？我没抽烟，我是把风那个。啥呀？躲开！你，你的骄傲的，你的自豪的，你的荣誉感呢？你怎么能抽烟呢？保安叔叔，我真没抽烟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，这个事儿啊，是我家楼下小区那个叔叔他抽烟，但他要搬货，烟就我就替他拿一会儿。我这一看。天也太冷了，这烟眼瞅着就要灭了，我就替他嘬了一口。哎呀！哎呀！烫手了。然后那个小保安他就过来了，他就过来一个就按那儿，我就不能吱声，我再不听我解释，我就说我咋着？你怎么回事？人家孩子助人为乐呢。队长，你这样容易助纣为虐呀。啥？你啥都不知道？那一口抽的，哪有抽那么长一口？你过来吧，你啥也解决不明白，你去吧你。那俩孩子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像我们队长那么好骗啊？所有人都像我们队长那么傻啊？啊？像我那么聪明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必须得你家长得来。小黑、小白，小黑、小白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咋找不着你了？小黑、小白，哎呀，姐，我不就搁这站着呢吗？从小到大你就没找着过我，还有我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那个，我有个事儿问一下，那个她是你俩的姐姐呀？是啊。不信，一点不像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他俩是你弟弟呀？是啊。信了，信了，快点别。你好，我是保安小郭。你好、啊，你好，我是小郭的这同事，啊，这同事，队长，你对付他俩弟弟，我对付他姐去。哎呀，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呀。哎呀，那个平时您摊煎饼的时候也穿成这样吗？对呀。那一个月10000少了点啊。那您摊煎饼的时候也是就走过路过你别错过，鸡蛋果子大煎饼，这么摊吗？不是啊。那你怎么摊煎饼的呢？我平时都是这么摊的。Show time。
往那边扫一扫，往那边扫一扫，干啥呢？咋那么没礼貌？不是有事儿没？没事，我们走了。有事儿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环节、哎、啊，那个平时我比较喜欢爱跳一跳，看着跳舞我就是控制不住。那个对不起啊，那个说正事儿啊，什么事儿请您来的哈、啊？这不，你弟弟吗？啊。你看他还是个学生，抽烟不太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啊，这怪我平时工作忙，有时候顾不上他俩。你说我一个人既要负责美貌如花，还要负责赚钱养家。你知道我一个人多不容易吗？又当爹又当妈，我真的。仙女配保安，配上了，没事、哎、特别能理解，大概事儿吧、啊、不是怎么了，就你俩过去了、哎、那个抽烟这个事儿一定要回去解决掉，好不好？说的对啊，回去好好管他。行，好，那个你带回去吧，那带回去吧。啊，行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，一定要解决掉啊，抽烟这事儿啊、哎、走了啊、哎、走吧。哎呀，我记住你了，小郭保安。拦不住你，干啥呢？哎呀，哎呦，又解决一件事儿，太高兴了。哎，小郭啊，天明姐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抓住机会啊。队长，你说啥呢？人家一个月挣10000块钱，跟我都不是一个牌面的人都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你的骄傲呢？你的自信呢？你的荣誉感呢？小郭，你来看眼前的万家灯火，是什么让他们每天安逸地生活在自己的家里？是什么？都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了我们这群保安，为他们遮风挡雨。还记得那句古话吗？好马配好鞍，仙女嫁保安。好，队长，听完你说这句话之后，我头不疼了，不缺觉了，感觉你又给我吃补药了。让开，我需要微信。那啥，队长啊，今天那个好像我值班，你帮我盯一下子啊。哎，哎呀，钱明姐，哎，郭，你看看旁边有没有卖手抓饼的，帮我也联系一个。